主料蕨菜250克，辅料酱油、盐、花椒面、糖、鸡精、芝麻油、葱、香菜、油、辣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首先准备好食材，将蕨菜撕破，摘成一小节小节的，待水开后，放入洗好的蕨菜自水沸点捞出备用。将佐料切好备用，在捞出的蕨菜中放入盐、酱油、糖、鸡精、花椒面、油、辣椒、葱、香菜拌均，最后倒入芝麻油即可装盘。烹饪技巧：蕨菜食用前经沸水泡后，再进入凉水中除去异味，便可食用。经处理的蕨菜口感清香滑嫩，再拌以佐料，清凉爽口，是难得的上乘酒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